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灰暗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伴一起跳，才能发出力量。见到你笑，灰暗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大家阿弥陀佛。你们听到蟋蟀在叫，所以就像听到妈妈儿子的声音一样。所以我想各位今天来我们新加坡九华山报恩寺受持八关斋戒，佛教修行的动机只有一样，念下来：报父母恩，报众生恩，只有这个目的，不为自己。所以地藏菩萨的本愿的存在，就是要让所有所有的父母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我们要去研究离苦得乐的方法，这个叫佛法。但是千万不要求离苦得乐不会生病，因为很多人是不希望生病而来参加法会，不希望痛苦而来参加法会。请问坐在台上这个会不会生病？对，会。你也会，我也会，老和尚也会，没有学佛的人也会。那干嘛学佛呢？这个重点来了，
痛苦人人有，有你想有情皆苦，众生太苦，自己也苦啊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痛苦了，那叫阿罗汉，这个对其他生命没有意义。但是佛菩萨只有一个，众生太苦，有感情的有情事的毕竟很痛苦。所以刚刚我听到蟋蟀，我就给他喷甘露水。各位知道蟋蟀喜不喜欢水？非常喜欢。然后你再给他几片叶子，他会跟你说谢谢。他喜欢吃那些沾了一点点水的一些草，所以每次我们去救蟋蟀，一定会看到附近有水沟，然后再放在水沟旁边的草堆里面救他。老实说，你不救他，这些蟋蟀结果怎么样？全部被吃掉、杀掉。所以，当然有时候要做这些事情也很无奈、很不得已。甚至有人跟我说：“海涛法师，你就不要一直放生了嘛。”我只跟人家说一句话：“将心比心，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。”虽然我知道在很多不能这样去做，但是内心里面很痛苦，就是不希望他痛苦。为什么不希望众生痛苦？来自于哪里？念一下，我自己很苦。各位苦不苦？不苦你就不用来这边，这边叫急诊室。靠着地藏菩萨不要堕落三恶道，靠着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。因为很苦很苦，所以早上我们湛严法师、湛乐法师，这么多位法师，更殊胜的今天早上我们色拉且的格西、色拉且中小学的校长老师，这一次都有来为我们所写的所有的牌位修念一下慈悲超度法、大威德金刚超度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慈悲，这是生命存在的意义。所以就像各位坐在里面，我早上来我说有没有冷气，他师父没有，我说好在我们在莲花里面。所以本来就很苦，所以我刚刚讲了为什么我们要帮助众生，因为很苦，而且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痛苦。所以像我自己也很喜欢开玩笑，甚至幽默幽默，因为我不开玩笑不幽默我就很苦。当然如果你自私来讲，你只考虑到自己，反正我出家我什么事都没有，没有烦恼，所以我过得很平静，这个还不是菩萨道啊。所以菩萨道就是你要去感受体悟其他众生的痛苦，而且痛在你心里面。所以最近有人问我说什么叫神通，什么叫神通，为什么有人在讲神通。我体悟一句话，什么叫神通？当你真正感受到众生的痛苦叫神通，不然神通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因为妈妈看到儿女生病，她就是想要帮助她，所以妈妈的心是很痛，所以妈妈就有方法，甚至祈求三宝的加持。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妈妈下了地狱也好，在恶鬼道也好，她感受到妈妈的痛苦而求佛菩萨，所以佛菩萨有神通带她去地狱，乃至福度阿罗汉有神通的阿罗汉告诉他妈妈的去处。所以我如果我们学大乘佛教，不是追求自己的快乐，而是因为众生太痛苦，那这个痛苦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痛苦。所以如何一直把痛苦放在心里面，
感受到其他众生的痛苦。就像我很喜欢看鱼，我每次到水族馆去看鱼，我以前小时候养了很多鱼，那时候不懂佛法，哦，这只漂亮，哦，我要买回家，那一只裸，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它的痛苦。买回家就是死了，买回家，慢慢养，养到死。因为家里又不是自然的海水环境，海水的养到小小的鱼缸，对它就是痛苦。后来等我开始，我结婚了，学佛了，我那时候才知道，哇，原来我是鱼缸里面的鱼哟，我好痛苦。等着死而已，所以吃东西是无奈的，我还吃别人的肉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，原来人活在这个世间不是追求快乐，凡是你追求的快乐必定痛苦，人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解脱痛苦。但是你解脱痛苦，但是这个世间有这么多我们爱的人，他们都还没有离开痛苦，所以这两个心要修。你要讲出离心、大悲心啊，这个出离心就是很痛苦，我不要痛，一分一秒都受不了。但是为了你自己而出离生死，这个不伟大，不是学地藏菩萨，不是学佛。学地藏菩萨、学佛是自己好像在大火地狱里面受苦。但是呢，他只想把这些痛苦的往外面推推，他最后被烧死了，他两只脚已经被烧焦了，已经快断了，他还推着一个小朋友推上去。这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。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，所以你念下来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如何地狱不空？他就是要在地狱里面才可以地狱不空，但是他必须领受那种地狱极端的痛苦，在这种痛苦里面，如何把所有众生推出地狱？就像我们每次看新闻的妈妈已经在火灾现场，她宁可把儿子往外推，她还在里面，因为她很痛，但是她更不要自己的儿女痛苦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愿意学大乘佛教，特别今天来九华山报恩是这两个字。报恩，因为所有众生都对我们有恩，所以大家用这个动机来受持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的功德无量无边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二十小节不堕落三恶道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投胎做人有六十万世的福报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愿升天，愿有财富，乃至愿将来正见出家，愿将来往生净土，而且十方净土皆得随愿往生。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就把你这辈子杀了多少的动物恶业，这个八关斋戒的功德就可以让你至少七世升天，七世富贵，中品终身，更重要了，成就佛道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八关斋戒功德这么大，特别大家用一个念想报恩心、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，那随着你的发心，功德不一样。但是这些功德，什么叫功德？你现在享受健康财富，那叫福报，那不是功德。功德是完全无我的奉献给对方，叫功德啊。所以要完全不执着的，只为对方。所以，而且自己领受所有的痛苦了，却把所有快乐给对方，合起来叫功德。所以，我想，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，我们华人最崇仰这些大菩萨。但这些大菩萨都在救苦救难，但是各位都听我讲过，救苦救难的基本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讲受苦受难。就是你要有受苦受难，你在受苦受难里面，你才会升起一个出离心，好苦啊！为了要能够在受苦受难里面不要苦，那你只能修念下来思维空性。你要告诉你自己，没有一个我在受苦啊！
你要告诉你这个苦啊，现在你儿子生病了，现在你的爱人离开你了，现在医生说你得癌症了，你很痛苦。那这个很痛苦，那就是因为有一个我，我在痛苦，我在生病，我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。所以问题是根本没有这个我这个东西。所以看上面，你想心如莲花，不染一切，就是要如此。所以染就是执着。什么叫执着？我要我不要，这些你都要超越。所以我讲一个重点，每个人都有痛苦，包括释迦牟尼佛，包括老和尚，但是他们怎么样可以超越痛苦？首先你讲接受痛苦，毫不抱怨的接受痛苦，全然接受。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痛苦怪别人，是因为你对我这样，所以我才会痛苦，这是最大的邪见，不相信佛法。所有痛苦现在来了，就算对方偷你的钱，你有这个业报欠他，不然他偷不了你。所以你要全然心甘情愿的接受痛苦，然后在接受痛苦，痛苦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超越痛苦。什么叫超越？等一下，思维缘起性空，那时候你要佛法。如果你没有佛法，离婚戏耶，你也干哭哈戏啊。缘起讲的就是善恶业报，今天我面对这个事情，一定有我过去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因缘所生法。但是凡是所有因缘所生法，这个果报这个现象，它都只是生生灭灭，暂时的。就像各位坐在这边，腰会不会酸？会，移一下就好。坐久屁股也会痛，移一下就好，动一下就好。因为你固定不动了，当然会痛，动一下就好。所以这些痛苦只是一个现象，它只是一个生生灭灭的一个现象。那这个你要去思维，因为很痛苦。各位最好多学打坐啊，打坐的时候坐久了真的很痛苦。有些人说，师父我打坐都不会痛苦。废话，你睡着了当然不会痛苦，等一下又醒来了，精神好，刚好睡20分钟啊。所以你必须一直在这痛苦里面去观察，这个痛苦来自于哪里，这个叫思维佛法，这个叫用佛法。记住我这句话，很多人逃避这一关，我拜了阳黄宝忏，我拜了三昧水忏，我去做功德主，那够得听啊。他想要用宗教仪轨来交换痛苦，在做买卖。所以佛教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禅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照照见五蕴皆空，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我，身体、感情、想法、思想、意志，没有一个东西是我。这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，所以无自性空，哪有一个我？它只是一个感觉，会升起也会消灭。请问快乐会不会过去？请问痛苦会不会过去？我人没在啊，我要死啊，不一定，下个月他又谈恋爱啊。所以我觉得当然啦，家庭发生变故的时候痛苦得很厉害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，事实上过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痛苦过来的，但是现在想想还好吧，过了，过了，没有感受那么强了。所以快乐痛苦都会过去的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也要去观察。那这个是今天要讲的重点，痛苦除了接受不要排斥，那就是你必须用佛法缘起性空，无我照见五蕴皆空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除一切苦。但是这个还不是佛教，佛教你从胃癌而超越了胃癌，并不是你不生病，你还在胃癌的状态，但是你已经深信因果，你已经超越它。反正我接受这个痛苦，然后把这个痛苦转为一种精进。所以我念一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
没有胃癌，你会一直念佛。你现在还在念麻将，在念漂亮，啊，念房子，念贷款。所以你超越了痛苦以后啊，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空性、出离心。然后呢，进一步你会怎么做？来，拥抱痛苦。所以你开始去关心别人痛苦。我得癌症，我会跟你一样得癌症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很积极。但是如果大乘佛教是这样比喻，就是说你自己在医院，这整个医院都是得癌症的，都是末期的。有人很悲观，但是有人很乐观。很乐观的人还会去告诉别人，你不要悲观，反正呢，怎么样超越，对不对？我教你念佛啊，我们去做烟供啊，我带你去放生啊，我们送地藏经啊，啊，我们一样都在痛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场每一个有情，每一个人，包括无形，今天超度这么多众生，都是在痛苦的状态，因为六道众生皆在轮回苦的状态。八苦、三苦、二苦，反正佛教写的太多太多的这个名字。所以，但是我是在痛苦的状态，我接受了，我超越了，进一步帮助别人脱离痛苦。因为我听到很多菩萨说，我很喜欢念地藏经，念得很快乐。师父呢，你念得快不快乐？没有，我念得都要哭。他念得很快乐啊，念地藏经有什么功德啊？错了。今天佛陀在讲地藏经也好，佛陀讲每一个法，他心里都在滴血的，因为对方很痛苦。什么叫说法？念经，当你拿了手术刀在切割帮你自己最爱的儿女手术的时候，那个叫念经。很多医生绝对不敢自己开刀的，别人开他很厉害，咔咔咔咔咔，这样开到自己最爱的，他一定叫别人开。我问过好几个，别人开他自己不开，他没办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，乃至各位在念任何一部经、那个佛号、任何一个咒语，都是因为你体悟到对方跟自己的疾苦，所以南无阿弥陀佛，把生命医治，超越现世的痛苦，融入于极乐世界。因为不融入于极乐世界，会苦到裂开。所以修大乘佛教绝对不是在求世间的福报、健康、发财。但是请问这个福报会不会来？保证来。只要你用悲心，你为众生在受报恩斋戒，在念佛，这你福报就太大。你越想痛苦，就越让你感受不了痛苦，而且你会更感恩。哎呦，我本来很痛的，但是因为我慈悲帮助别人，我超越了痛苦，变成一点点痛。你会不会更认真？你会比别人认真，你会很惜福。我本来很痛苦了，所以我想大乘佛教叫我们转化。当你马上痛苦的时候，你赶快慈悲，赶快帮助众生，好吗？啊，但是你要含着一点点痛苦。如果你排斥痛苦，你变成100分的痛苦；如果你接受痛苦，你变成只有10分的感受。但是90分呢，就可以拿来积极的帮助别人。所以，当然我必须讲，大家来参加法会的动机，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痛苦。腰痛也好，头痛也好，感情痛也好，啊，老公不爱我了，老婆跑掉了，儿女不孝顺，啊，兄弟抢你钱，父母对你不好，我想这个世界，反正，你想，娑婆极苦，西方极乐。如果娑婆没有极苦，大家就不用念佛，不需要阿弥陀经。也不需要地藏菩萨替我们下地狱。所以思维痛苦，各位要没事思维痛苦。只是如果有时间，我昨天在跟雪莉说，下回我来新加坡，我看一住要住2个月，因为没时间。现在大家蜻蜓点水聊一聊，但是真正修学佛法是要把每一句话、没佛法的道理思维1个钟头，让你有感受。感受就是智慧，感受就是神通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没有感受没有用，身体的痛苦
感情的痛苦，思想行为意志所有的痛苦，你要感受，从痛苦里面去超越这个痛苦，然后没有一个我在痛苦，为什么我会痛苦，那你才可以了解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的意思。所以你才能够了解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，不是没有生病，不是没有逆境，但是你能够觉得它只是一个现象，发财跟没钱，健康跟生病，它只是一个业报的现象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不会怕，不会担心。现在的人每天晚上就跑步，早上爬不起来，干脆跑晚上了，就是怕腰痛，怕膝盖不好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怕，担心。但是我们学佛了，当然希望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不是怕死，而是多可以服务一下众生，多活一秒钟，多结一个善缘，特别给我们身上有佛法啊，有佛法，这个是世间最重要的。昨天雪莉在我的要求之下带我们去金沙去看那个狮面鱼喷水，我们隔西通通去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去念那个水喷到澳洲去，大家一起念那么啊，然后呢撒了很多米，布施甘露啊，所以呢把那个金沙酒店上面那个船念成法船，超度众生。哇，这么高的船啊，所有的船难死亡的都可以得到超度啊，一二三刚好三柱叫做佛法僧三宝，对不对？中间的水叫八功德水，那边还有一朵白色的莲花，接引众生回西面的力量。租了一艘船，哇，大家到船上一直念一直念，绕了一圈环游世界普度众生啊，我觉得这样很有意义。路边这么多人在吃海鲜水产，我说能不能带我们师傅家那么菜啊，下回我们去吃好不好，定好素食的，我们这边办法会做烟供烤嘛，烤玉米。但是动物也苦，人也苦，他们都不懂得佛法，不然他们怎么会杀生喝酒吃肉在那边啊？所以那边河边有很多人在谈恋爱，谈恋爱很苦，要爱众生才不苦啊。所以但是这个爱众生代表我们要主动去爱他，主动去爱每一个，你不能要求他来爱我们，了解吗？主动去爱他们，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最爱，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水里面的鱼啊，无形众生啊。然后八点开始放光了，佛光加持，蓝色蓝光，黄色黄光啊，那些霓幻灯光，来跟我念一下，来，南无东方阿处如来，蓝色蓝光，蓝光明，亡灵皆得得度，南无阿处如来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开始观想啊，放光哦，哎，南无宝身如来，黄色黄光，黄光明，亡灵皆得度，唵嘛呢叭咪吽。南无西方阿弥陀佛，红色红光，红光明，你要观想，他们放了光都变红色的啊！亡灵皆得度，唵嘛呢叭咪吽。南无北方不空成就如来，绿色绿光，绿光明，亡灵皆得度，唵嘛呢叭咪吽。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，白色白光。白色白光明，有没有看到白色？中央毗卢遮那佛一照啊，照到澳洲，照到菲律宾火山，好不好？照到印尼水灾，照到地狱恶鬼道。来，白色白光白光明，众生皆得度。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。然后我们现在念六字大明咒，这个莲花开始转，好不好啊？每一片叶子都放不一样的光。然后呢，这是从诸佛汇集起来的光，融入在最深的无间地狱、最高的天，充满了佛光加持。现在快不快乐？痛还存在，但是心已超越了。
我不会跟你说念一念你的腰痛就好了，念一念你的老公就回来了，不会了，他不会回来了，钱也不。